啊！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大熊将会由我来保护。这次来到绝种动物所居住的奇迹之岛上。这些动物之所以能够在岛上生存，都是因为被传说中的黄金海格力斯所保护着。救命啊！大熊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到底是谁啊？你们是双胞胎大熊啊！不管用什么手段，都要抓到传说中的黄金海格力斯。要是黄金海格力斯被抓走，这个岛上的动物就会全部绝种。各位，看什么面吗？啊！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吧。好。请各位助我们一臂之力。将会由我来保护。你该不会是？